今天你可要多吃两碗米饭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葱油焖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鸡腿肉加入屏幕上的调料腌制半小时。我觉得做饭给喜欢的人吃是一种享受，这一步是关键。炒到葱段微微发软，带着点焦黄，再倒入腌制剩下的酱汁，盖上盖子，中火焖15分钟，炒到下饭的葱油焖鸡就完成啦！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